Hello， 我是小叮当。小卖部最贵的泥今天安排上，我还是第一次在小卖部买十块钱的泥。咦，罐头胶，这到底是泥还是胶水啊？而且我发现最便宜的这盒泥明明写着起泡胶，实际上它是粘土，而且是化了的粘土。不管了，先打开瞧瞧，这也不太像是胶水，倒像是起泡胶化掉了。你们说，如果把最贵和最便宜的这俩冒牌起泡胶混合在一起，能不能变成一块好泥儿？上碗。再来点仙女水，混合均匀。很好出哎，手感特别棒。拉伸性也完全没问题，因为混合了粘土，所以有一点黄油泥的质地。起个泡。起了100下，轻松变大个5倍没问题吧？好啦，这几天我在买泥，把你们想象的网红泥留言告诉我哦，点赞关注，每天视频好玩的，下期见，拜拜。